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，我们下课。那班长帮我把学习单发给同学，下次上课前记得把作业单交回来。看了看啊，你怎么叫你爸来杀我？不会啦，他爸现在被关起来了啦。哎，是不是郭嘉宇？你说、啊、是不是？对，你要干嘛？你他妈凭什么？你不要过来！你把他害死，你知道吗？就说你爸做的这种事，可以只判他3个月，三个月只一条人命哎！我真的很抱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有什么用？你现在道歉有什么用？人都死了。没有，法官医生，他都是骗我的。
我女儿怎么了吗？我们接获报案，得知你女儿被一位酒醉男子缠上，需要请您来警局一趟。她目前没事，但还是要请您多多注意一下她平常的状况哦。大半夜的，为什么要在外面游荡？我已经够累了，你可不可以懂事一点？还有房间那些东西，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跟我说？我不说，那你有问过我吗？你每天忙着帮那个烂人做事，就只能这样说你吧。那你有担心过我吗？去吗？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一直相信他。现在人证物证对不起你，但是这不是你的错，这不是我们的错，你不可以有罪恶感，这不是我们的错，我们不是他的护肤品。
可是，可能那些是受害者呢？那个自杀的女生呢？他们。各位同学，跟大家说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，我们的家珍同学他已经转学了。犯人的女儿就不敢来上学了，心虚哦。听说他爸很安静，家珍同学这里有一段话想跟大家说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家珍。我知道转学并不能改变什么，就像逃避一样。我曾跟你们一样很讨厌我自己，只要想到那些受害的女学生，我也会感到很害怕很难过。但是现在终于找到了一点方向了，我想这样的选择对大家都好吧。离开后，我会努力记得大家的笑容的，在新的环境好好开始，不会再退缩了。谢谢大家，再见了。答案是不知道，或许是被小偷莫名其妙的擦掉。常才发现到不用找，我决定相信那些过去创造的点点滴滴。笑也要说，是你忘了。轻轻一滴，笑过。